作为一个厨师来说呢，发自内心呢，我们也是实在是不想浪费食物，因为每天看到很大量的食物被倾倒到那个废弃桶里面，然后运走，然后填埋了。这么多年，然后呢做了很多家酒店，然后发现就是很多像我们的自助餐呀，这一块然后宴会这一块就是浪费啊特别严重。作为一个管理人员呢，可以抓住食物浪费的一个关键点，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呢，能控制浪费这一块，可以非常自豪的，就是说为社会做了一点点贡献吧。